你不要搞错了，我完全没有跟你继续下去的意思。就算我要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结婚。停止吧，看着你在崔康周身边，让我好痛苦。哥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让我有了想跟你一起走完一辈子的念头，你愿意接受吗？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百年新娘》。